下赛季我不会放一把老夫子，放一把老夫子你直接喷我。下赛季什么不祥冰心全部加强，不祥减50%攻速，冰心减30%，还有50%的地减减速，反正两个装备全加强，那直接玩不了。霸者还能一直挥血，下半本纯肉老夫子怎么玩哈？他们可能会摇人打波50投高，我们把中线断了，然后往回靠。我方高地毫无防御，正在被攻击。他们传的话能包，防也没大，包的挺包的。杀一个，追追追追追追追！没打没打都没几枪了，都没有了，没有没打没打。这种有点管不住啊。对啊，他是老头一直带，好恶心。能包能包能包。不行不行，得回得回，下来被偷家了，追不了了追不了了，兄弟。我靠，这是什么妖怪英雄啊？下来就是什么不祥冰心全部加强，老夫子直接变成老子了，怎么玩哈？你射手下版本不搬老夫子直接玩不了，必须得把老夫子给搬了。下版本老夫子直接变成老子，怎么打？完了，被锁住了，他杀一波了，一波了，在中路有线。下版本 A 一下老夫子减80%攻速，冲啊！你玩不玩游戏的？